怎么样，还好吗？还好呀，也不知道童墨那丫头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果有人想欺负我的话，我会用十倍百倍的还给他。不要啊。怎么了阿彩？这个面膜有问题。你送我的面膜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是全宇飞给了我一个女二号的角色，让我来害你的。全宇飞？天使。不过墨子如现在就惨了，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好不了。听他的意思，他最近接了一个新的角色，好像是艺星国际的重头大戏，估计也拍不成了。阿彩，你还是太善良了，那墨子如也不是什么好鸟，不然你觉得我会因为报复全宇飞就去伤害其他人吗？默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我。
当第一场雨唤醒万物朦胧，你破涕微笑就像那冰雪消融，回忆荡漾心中。要说咱们赵导还真默默默默，你听说了没有？今天有大咖来我们组客串角色，不就是欧天琴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啊，原来是欧天琴欧少啊！默默默默，你听说了没有？今天有大咖来我们组客串角色。不就是欧天琴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啊，原来是欧天琴欧少啊！要是上官玉林就好了。你不是喜欢上官玉林吧？童墨，咱们今晚一块吃个饭吧。给你点面子吧。哇，快点吃快点吃，超级好吃的。就带我吃这个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这是默默最爱吃的炸串，像一些什么山珍海味、鱼翅、熊掌、鲍鱼，包括新级的牛排，他都没兴趣，他就好这一口。还是我对你了解多吧？你最懂我了。某些人要是不想吃，可以走啊。我不在这吃，我在这儿吃。某些人要是不想吃，可以走啊。我不在这吃。我在这儿吃。玉林君，我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的好朋友阿彩，他是个少数民族，他对我特别体贴，主要是他可是你的头号粉丝哦。一会儿合影签名一条龙。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只要是默默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。阿彩，阿彩，矜持点儿，我们干一杯吧。好，来，举杯吧。天琴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你
你把宝宝还给我，那可是我们的宝宝。